方创生对我们来看，它最大意义是资源的整合。创生元年，赞！政府如果在推动地方创生的时候，不要忘记培育地方民间的力量。如果要创生，如果要留下来，其实居住是最根本的问题。你的厝边，另外的绿地，肯定准备他的强化的关心。